再慢慢走来，给我一封信，叫我别打开，我觉得很奇怪。Oh why， 不打开我怎么能明白？我就是在期待。叶建文先生，你是否愿意迎娶罗丽珍女士为你的妻子？我愿意。罗丽珍女士。你是否愿意嫁给叶建文先生为你的丈夫？你这次你别感到意外，因为你就是我最爱。